税，请你支持我。好，掌声大一点，欢迎立凯云。最后一个节目，然后也真的累了，然后而且他刚比赛回来，参加什么比赛？那个中正杯。然后第几名？团体第二。哇，掌声好不好？那记得小朋友看这样的演出，请你们真的退出去。如果他需要10公尺，你一定要在20公尺外，不然真的很紧张。这是我今天最紧张的时刻，因为真的很怕。在这当中哦，他也会顾忌，对不对？哈，哥哥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我想留步一下，我们颁一个感谢状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秀满好好照顾。